Hello。Hello，我坐在哪里呢？在这儿吧。好的。一会儿可能还会换位置，拿了餐之后回来就又会是另外一个位置。确实。哎，但是我这个椅子好矮啊。哇，头发明显，造型不明一显，样了。对，不一样了。Hello，Hello，风太大。那选择坐在哪里呢？没事，随便坐，一会儿还会变的。拿回来菜的时候还可以再变，那我菜的时靠候着还可你以再坐变。吧。Hello，Hello，很帅气。很帅气，海风都没有隐藏你的帅气。哟，这么高级。还好，我们刚才研究了半天这个灯，这灯是可以开关的，氛围感，对，氛围感的灯，嗯。灯居然可以开关，好棒！灯如果要不能开关了，那还是灯吗？哇，这个帅哥头发还是很，你的造型很坚很挺。牢固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我们进来都直接没了。检查一下，检查。那我坐这喽。坐什么？坐吧。你今天晚上睡觉估计会很可怕，可能早上起来睡醒了，壳子没了。我那个地方真的，早上起来发现啊，怎么是在房子？Hello，Hello，我来了。好了，你该接棒脱口秀二号了。接棒啊！我下班了，你来了我就下班了，我该享受脱口秀了。我不会。加油！准备开饭，我们可以开饭了。开饭吧。开饭了。开饭吧。怎么吃呢？我们是自己把它拿过来。自助啊。自助。伙食还真挺好的。我开始夹了。夹夹吧。哎呀，我的海鲜是与我无关了。开动前不碰个杯。好的。好歹第一次吃饭，是吧？哎，祝大家好好享受这次生活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好，喝了喝了。好，喝了。开吃，开吃，开吃。还挺好吃的，那牛肉好辣。你们都能吃辣吗？我不能吃。我特别爱吃，但我不行。我也吃不了辣。嗯，看只有我一个人吃辣。我也吃辣，我也吃辣。废话，女生都吃辣。嗯。你今天下午去了一个那个，就是蝴蝶展览馆的那种咖啡嘛。然后我进去之后在那坐着，哎，我也不好意思动。但是我其实我很好奇那些蝴蝶都是什么，哪里来的。然后走的时候就看了一眼。就是你并不好奇来的女孩，你只好奇那一墙的蝴蝶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些蝴蝶好奇吗？今天早上我不想知道。一句比一句扎心呢，你说我坐在这儿，怎么扎心了？就记着蝴蝶，你就忘了上午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只记得蝴蝶。没有，我还给你上课来着呢。上午那女孩，上午那女孩叫什么来着？她今天上午给我描述她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给我整了一段那种文言文式的东西，因为我先听你的名字就挺绕的嘛，所以就觉得。嗯，然后他给我让我猜他的字，我怎么猜我都猜不出来。他跟我说，他的叶是什么什么
什么你来着？你看一共就四个字儿，也没记住。就是女中光滑的意思，不，就是女中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是什么什么来着？你别说了，拉倒。什么女中光滑？女中光滑是啥？我从来没说过。哦，有个滑字儿，我猜半天。算了。他说是一个火一个夜，我说是不是摇曳的曳？他说别描了，你别描了，我天哪！越描越黑。